他走的这个变化，前面这十步棋啊是正确下法，后面呢从打车开始就脱谱了。走对的话，这个棋呢双方大体均势。五六炮这个棋，红棋这个黑方啊，它有三种方法都可以对抗五六炮，一个是车一平二出车，平边炮控制左车。这个左车大家记住，千万不能让红棋轻易的出去，这个车一旦轻易的出去，就会对黑方的右边的三路马构成很大的牵制。我们很多棋手呢还喜欢补一个士或者打一步车，补士的话我的左车就可以顺利的出去了，这车一旦出去就会压制你啊。所以说根据这么一个特点呀，黑方啊它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应对方式。第一个最常见的就是出车，这个出车它少补一手士多出一步车，这样就可以把边炮亮开控制我的左车。这个补士打车是他的权利，我是拦不住的，他把我的车给我封住之后再进行补士打车进行调整，这个其实没有任何问题的，是不是？这是一种思路。还有一种思路什么呢，就是直接回窝心马，这是我们也经常走的一步棋，这是一种特殊的构思，准备打死车，是不是？看你如何应对。哎，你要如果吃卒呢他可以飞象，你打中卒他给你蹬了啊，我们的课程里都讲得很清楚啊。感谢清新的风送的桃运滚滚。再一个就是实战进车吃兵，这是目前来看在这个象棋职业棋手里面出现最多的一步棋。他这个吃兵什么意思呢，吃完兵之后不仅可以获得一个实惠，而且呢又可以间接的保护自己的三路马，对吧？就是说比如你马八进七，他吃兵吃你的车是出去了，可问题是他的马你也攻不到了，并且这个棋和车对我们的河口啊有所控制啊。这步棋呢是目前来看对付这个五六炮啊在职业棋手里面出现最多的。那现在这个棋红方呢就只能走车八进三，这是一步官子，因为我的俩马不活呀，这俩马不活你单靠两个车你是拿它没办法的，你怎么上去呢？那就只能从中路上去，两边是上不去了，他的车你赶不走啊，是不是？你飞个象，人家车再往前压一步，你这俩马都不会动啊，这边的兵也对不起来啊，人家打车啊，是不是？你俩马上不去，这个阵型呆板，你俩车就攻不动他，你攻不动他多个卒，拉到中残局，一旦把阵型补后，势必落入下风，对不对？所以说红旗呢，他必须得发动中路攻势，可他发动中路攻势，他必须得先进车才行，他不能让黑车压住，对吧？比如说你要是着急兵用进一，他就给你压住了。是不是你再拱兵，人家有可能给你摆个中炮啊，你攻得动吗？你要是胆敢平兵，人家嘎巴把马一吃，当时就迷糊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车往前压一步，对于红旗来讲啊极为难受，所以红旗呢他先走一步车八进三，哎，然后呢再冲中兵，这就是流行布局它的一个演变过程，这都属于正确下法。就是到这儿黑方呢他犯了一个错误，什么错误呢？打车。这个打车看似自然，其实是对这个五六炮阵型啊缺少了解和认识。如果要是五九炮是可以的，五六炮你打完车之后总是容易被车抓呀，是不是？就算你不补左士，你补右士我也是抓你啊，你这个炮的位置难受啊，对吧？你要是炮二退一，我就炮六进六塞住，是不是？你的阵型遭到严重的破坏啊，这样黑棋是很难受的。它的正确下法是什么呢？应该是先补一个士，就算补士也得补右士，是不是？红方冲中兵之后呢再打车，因为这个时候打完车之后红方只能平一步，对不对？或者平二，你不管怎么平他都可以再对车，你是没有时间抓炮的，是吧？他把这个车的问题解决了，你再抓炮没有意义了，是不是？换完之后他也不怕你啊，你这车吃了他就给你蹬了，你不吃就得躲开，然后呢再飞象或者是跳马进行反击，这才是黑棋正确的下法。实战中呢他是先打车，你看这个问题很严重，先打车呢我去躲一步，这个时候就不能对车啊，你对车我给你吃了，你蹬我进去一抓炮，你的马死了，你还是得补士，是不是？可是你一补士我这进去一吃，他应该补右边的士，这就麻烦了，你炮再躲开那你这个棋就被牵制了，不会动啊，那我就兵用一大踏兵，是不是？又被控制将门，非常难受。你退炮打我的车，我就炮往前一塞，是不是？交换完之后把底象给你白白吃掉了，这几个子被压死了。
由于他没有对车，这三个字被牵制的极为难受。这就是他这个棋呢犯的两个大错误。第一个呢不应该先打，第二个呢打完之后应该补右边的士，对不对？这两个错误对于他来讲是非常严重的。这就是他输棋的原因啊。大家明白这个输棋的原因，对这个棋呢就会有一个认识了。任何一盘棋他输都是有原因的，不会说上来就赢的，一定要找到这个原因在哪里，怎么吃亏的。当然有的时候也找不到啊，有的时候也找不到，因为啥？因为对手的水平可能比你高太多了，你根本就看不见看不清他出招，这样的对手都很恐怖啊。局一平啊，这一次对手来了一个强挺三卒，这一招棋我在这个课程里面给大家推荐了一招寻格局。这个寻格局呢它有两个好处，第一个呢它的进攻线路很清晰，准备对兵是不是活通马路平炮攻马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又可以避开这个中炮进三兵的大套路，和这个进七兵呢形成一个布局搭配，是不是？什么叫布局搭配呢？就是无论怎么走我们都有招对付它，始终呢在我们的学习研究范围之内，以这个进七兵过河车为主，以这个寻格车为辅，来对付黑棋这个强挺三卒。